My name's not Carrie Tate. Okay. Who are you? Laurie Strode. My brother killed my sister. They locked him up for a long time. But he got out. He came after me. But I got away. But he killed a lot of my friends. It happened on Halloween. Halloween. 今天小青和大家一起来看经典杀人魔电影《月光光心慌慌》系列第七集。没有看过前六集解除的小伙伴可以在频道内收看。这集的故事开始于1998年万圣节前夕，一位抽着烟的中年女人站在家门口，发现自己的家门被人撬开了。此人正是20年前和卢米斯医生一起去接迈克尔转院的护士韦丁顿。感到害怕的他急忙跑到隔壁邻居家，让两个年轻人帮自己报警。在警察到之前，其中一个戴帽子的青年男自告奋勇地去帮韦丁顿检查房间。他发现除了韦丁顿办公室被人翻得不成样子之外，家里并没有其他被人入侵的痕迹。之后帽子男从冰箱里拿了几瓶啤酒当作报酬，就出门告诉韦丁顿护士自己已经检查了整个房子，并没有其他人。但韦丁顿回家后发现家里不但停电了，而且家里后门也一早就被人打开了。感到不妙的他又跑到隔壁求援，却发现帽子男被滑冰鞋插在脸上的尸体。惊慌的他赶紧逃跑，打开门，另一个背上插着刀的尸体从门外压到了他。迈克尔从门外缓缓地走进来，抽了把菜刀就要和他重续旧行。这时候先前接到报警电话的警察赶到，迈克尔因此分神，韦丁顿趁机从背后一闷棍将他打晕。可惜他的反击也就到此为止，在韦丁顿还没来得及向警察呼救，迈克尔就将他擒住熟练的割喉。之后迈克尔在警察眼皮子底下慢悠悠地开着车离开这里。迈克尔之所以会时隔20年来找上韦丁顿护士，是因为他这里有一条他感兴趣的线索，那就是他妹妹劳瑞的下落。原来劳瑞20年前逃脱迈克尔魔爪后病死，是故意的作秀。他改名换姓到了别处开始新生活。这里需要提下的是，劳瑞的扮演者杰米里柯蒂斯当年演完《月光光心慌慌》1、2部后不想再演续集电影，所以才有了和主线无关的《月光光心慌慌3》和以劳瑞女儿杰米为主线的人物《月光光心慌慌》4、5、6部。到了这一部劳瑞回归，可以算编剧把之前三部杰米的剧情给抛弃了，所以劳瑞在正线中是并没有生下女儿。劳瑞在摆脱了迈克尔之后的20年来过得很安稳，他成了一名教师，还有个帅气的儿子约翰。虽然日子过得相当可以，但是迈克尔给劳瑞带来的心理创伤始终不曾痊愈。劳瑞不仅因此酗酒，还因此影响到了他和儿子男友的关系。随着万圣节临近，劳瑞的状态也是越来越差。这一天他和偷溜出学校买酒的约翰在街上碰见，吵了起来。劳瑞害怕儿子随意外出被舅舅迈克尔盯上，约翰则是埋怨自己母亲沉溺过往的创伤无法自拔。母子俩起了争执，约翰负气回到学校，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迈克尔已经来到了这里，并跟踪他们到了学校。之后约翰的女友金发女在上课时发现了门外的迈克尔。这个场景是致敬了第一部劳瑞发现迈克尔在教室外窥视的经典镜头。看来今年万圣节的腥风血雨在所难免了。万圣节前一天学校放假，绝大数学生都离校回家，整个学校现在只剩下劳瑞母子两人和一些关系亲近的朋友。晚上迈克尔把自己开来的车当作诱饵，轻松骗得保安开门，从他的背后悄悄溜进学校。之后迈克尔熟练地切断了学校里的电话线，开始自己今年的杀戮盛宴。这个时候约翰和朋友们正在他们的秘密基地开派对，劳瑞则是和自己的男友亲热起来。没人知道迈克尔已经来到了这里。劳瑞在和男友威尔做感情交流时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这时他忽然看到贺卡，想起自己的儿子约翰今年已经17岁了，而迈克尔也是在自己姐姐17岁的万圣节杀死了他。如果迈克尔会回归，很有可能选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劳瑞马上给约翰打电话，但是连着换了两个电话都发现线路不通。预感事情严重性的劳瑞立马找出自己的配枪和威尔以及赶来联络的保安，开始在校园里找自己的儿子。这个时候迈克尔已经找到了自己万圣节开刀的第一个人，就是约翰的好友
来厨房找开瓶器的格子男，格子男的女友丸子女等了半天也没见男友回来，就来到厨房找他，却在小电梯里发现了格子男被割喉的尸体。惊慌的他一转身，见到的是缓缓走来的迈克尔。虽然及时逃进了电梯，但他还是被划伤了大腿。迈克尔又割断了电梯的缆绳，掉下的电梯夹断了丸子女的另一条腿，两腿受伤的他无路可逃。迈克尔踩住他，举刀一顿猛刺。听到异响的约翰和女友来到厨房查看情况，却只见到一地血迹。他们顺着血迹走到仓库，一开灯就看见了被挂在灯上的丸子女，而迈克尔这个舅舅也终于和自己的侄儿见面，两人立马转身逃命。但拥有多年经验的迈克尔一下子就追到，眼看迈克尔就要杀死自己的女友，约翰对着舅舅的脸就是三拳，但这些对迈克尔来说只是挠痒罢了。迈克尔反身照着约翰的大腿就是一刀，约翰女友眼看他危在旦夕，抓起一块石头照着头就是一锤，然后扶着约翰赶紧逃走。之后劳瑞在关键时刻把约翰两人救进了教室宿舍，也和自己的哥哥迈克尔隔着门窗来了个20年后正式见面的对视。劳瑞轻车熟路地安排约翰两人躲藏起来，自己则掏枪准备和迈克尔拼命，并让男友威尔也躲起来。威尔不同意，并要和劳瑞并肩作战。立功心切，威尔看见一个黑影闪过，就抢了劳瑞手中的枪，对着黑影一顿扫射，结果黑影倒下。两个人走过去一看，躺在地上的却是保安。正当两人懵住的时候，迈克尔走出，对威尔的背后就是一刀，干净利落。劳瑞看到后急忙逃走，结果能躲的地方又是一个衣橱。熟悉的剧情仿佛当年剧情重演，气得他破口大骂。迈克尔追上来，一看见门上的血手印，马上就疯狂地破门，结果被智商压制的劳瑞从身后举起灭火器砸倒。跑出来的劳瑞带着约翰和女友两人开车逃走，迈克尔晚了一步，只有看着他们扬长而去。如果这是杰森的话，估计早就开始砸车了。但是到了校门口，劳瑞让约翰女友带着约翰开车去报警求援，自己则留下来要和迈克尔做个了断。劳瑞关上了学校的大门，又砸坏了电动门的开关，彻底封死学校，然后拿了一把消防斧向校园深处走去。尽管劳瑞十分警觉，但是却没想到迈克尔凭借自己的臂力居然单手悬空埋伏在上方。兄妹俩隔了20年再次交手，迈克尔胸口被斧头砍中，劳瑞被划伤手臂。劳瑞退后到礼堂，藏在桌子下面准备反击，但迈克尔并不想和他躲猫猫，开始疯狂掀桌子要把劳瑞逼出来。关键时刻，劳瑞抓起一个旗杆戳翻迈克尔。劳瑞逃到厨房，将打翻的菜刀扔向赶来的迈克尔，可惜准头不够，这么近一刀都没中。眼看逼近的迈克尔，劳瑞对着他的下体就是一腿。迈克尔睁大眼睛表示无奈，最终劳瑞拿起两把菜刀要和迈克尔展开大决战。似乎是家族传统，劳瑞的刀用着莫名顺手，在先手的优势下连插带捅把迈克尔打下了楼。深知迈克尔体质的劳瑞下楼想要补刀，结果保安跑来阻止他。原来之前保安只是被子弹擦破了头皮昏了过去，之后警察赶来清理现场，可劳瑞决定斩草除根，所以在不注意下他抢了警察的配枪和急救车，要把迈克尔带到野外去。果然劳瑞开车走了没多久，被放进裹尸袋的迈克尔就动了起来。迈克尔一醒来就去抢方向盘，劳瑞及时刹车让他飞了出去。之后他又对着醒来的迈克尔一脚油门踩下，将他撞下山崖，车子滚落下去把迈克尔压住。影片最后迈克尔无法动弹，向劳瑞伸出了自己的手，可经历了这么多次追杀的劳瑞不再顾及亲情，一斧头砍下了面前迈克尔的头。但是噩梦并未就此结束，迈克尔还会再度归来。月光光气荒荒期再次回归迈克尔和劳瑞兄妹互杀的主线剧情，拍摄手法与时俱进，在扭转传统的同时延续传统，节奏明快，人物刻画鲜明，和之前的邪教超自然剧情也做了切割。同时这部片中也涌现了很多年轻的明星，比如演过《黑鹰坠落》和《珍珠港》的乔什·哈奈特，还有2010年参加诺兰导演《盗梦空间》的囧瑟夫。具体迈克尔还会有怎样的表现，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目前十三号星期五杰森系列和鬼娃回魂系列小青已经解说完，没有看过的各位客官可以在描述栏或者片尾画面在频道内找到相应播放列表收看。好了，小青非常是要打烊了，想看这个系列或者恐怖惊悚片解说的客官欢迎在频道内收看，喜欢小青的客官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大家就不会错过更新啦。听说顺手点赞加分享的客官们都发财啦，嘿嘿，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懈的动力，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啦，爱你们，嗯啊。